声音，水的声音啊，这个一草一木的这个声音，鸟的这个时候没有鸟了啊，这个金刚萨埵的声音，所有的金刚萨埵的这个声音啊，所有的声音啊，都变成这个金刚萨埵的心中，嗡巴泽萨埵吽，这样子观相，观相的很清楚，非常清楚的时候，然后我们开始念金刚萨埵，念金刚萨埵，然后念白字命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边念，首先是用三分之二的时间去观相啊，观相完了以后呢，就念白字命啊，边念白字命边观想这个低甘露啊。最后开始七座的时候，就念这个金刚萨埵的心咒嗡巴泽萨埵，这个时间不需要唱，最唱的时间我们还是应该是念拜字名，因为我们要念十万遍呢，所以这个念拜字名啊，观想的时候呢，边观想这个低甘露，然后呢边念拜字名，然后这个修法上面也说了，有如果我们观想啊、忏悔啊、后悔啊，这些都是一起做，有些时候这个没有办法做，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分开，有些时候观相啊，有些时候对过去的这个罪业发起后悔心，有些时候呢我们发誓不再去做法行啊，然后有些时候就观相啊，这样子轮流观相，然后就念白字名啊，念白字名，那就是根据自己的时间啊，这一座当中啊，念白字名念一个小时也好啊，念两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都可以啊。最后呢，啊，白字明差不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做这个后面的，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自己观想金刚萨埵啊这些观想，然后最后就念一下这个，这个嗡巴泽萨埵吽，这个是不需要念很多啊，念，这个没有这个。规定呢、啊，这个自己想念多少就念多少，这时间不需要长，主要的时间是用来念白字名啊，最后就念一下，这个观想的过程当中再念这个嗡巴泽萨埵吽，然后这个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七座了，开始初座啊，开始初座的时候呢，开始初座的时候，首先我们观想这个。这个世界慢慢的这个融化发光，然后呢世界就融入了这个金刚萨埵，现在不是所有众生的金刚萨埵了那所有的金刚萨埵又开始这个发光融入到我们这个我们自己，然后我们自己也就融入到这个我们呢也就融入到新建的这个嗡巴泽萨埵吽，然后新建的嗡巴泽萨埵吽也就逐渐的发光融入中间的这个红字红呢从下面就往上发光融入，最后就是这个最上段有一个符号这个叫做南达，南达是非常细微的意思